好，我觉得其实这个比赛实在是蛮痛苦的，尤其是总决赛，因为其实气氛是非常紧张的。但我们评审又要求，就是说所有的参赛者给人家的感觉是要很轻松啊，然后要面带笑容。可往往这是最难的部分了、啊。而且其实我个人呢、啊，在这个看每一个参赛者的时候，其实是从一些非常非常小的地方来着手。那刚才是谁给你印象最深？比如说你眼神也稍微多扎了几下，我们就不行。对，那我想请问一下，就是那个 F1 他刚移动在表演当中扎了几下眼睛？他总共扎了大概有六下。这个问题我们慢慢讨论，我等一下我做个统计好吗？啊，F 四，我觉得你一向来的表演都很表现也是都很全面，这次也不例外，你表演得很好，祝福。